大家好，呼呼，我是飞帽船长，呼呼。哦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狗狗 Wax， 呼呼。哈哈哈，哇！你们可能听不懂他说的话，但是让我来帮你们翻译一下。哈哈哈，哇！哦 ，Wax 说他最喜欢交新朋友，跟新朋友一起玩。哈哈，哇！呼呼，他也喜欢吃东西，在花园挖泥土。哇！玩寻宝游戏，呼呼，哇哈哈，哇哈哈！哦，他说如果你需要帮忙，很欢迎找他来帮忙。哈哈哈，哇，呼呼，哦，希望很快就见到你们，呼呼，拜拜，呼，呼呼。